我不要打，不能打，这是在你心中，老师你开，我们开始打，开始打了。如果他意思说，我这个心小很高兴，会很高兴你。万一你不小心打我，是 OK， 没有问题，没问题。可是你想，你喜欢我还是不喜欢？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，真是不行，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用这个名字，因为你喜欢我，用这个名字。哎，哎呀，好娘就不敢推了哦，哎。啊，如果你还超越我，是呀，需要的啊，用力打下去，直接会打破哦，哎。可是你想，先生，你喜欢赚钱吗？喜不喜欢赚钱？喜欢的人，哎，是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好，今天我为你打破的第一次，第一遍，我给你100块美金。我会计在哪里？美金。啊，先生，他是会计啊，他了很多钱。你还没回答我美金呢、欸？我不要，我不是。好了，可兰先生没有美金、啊，也没有美金，台币啊，台币啊。你们看看我们的地图，我美国跟纽西兰都不同的、哦，很远很远啊、哦。台币、okay, 台币啦哦！还有王先生练习一下，哎，练习。我怕你太只是有点害羞，太羞，所以我希望你凶一点，凶一点。现在你就是搭这个地板，搭这个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 OK， 看一下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来，头上绕圈圈，帮你赚钱了哦。来，绕圈圈，头上绕圈圈，快点，快点去。好，看前面地板，搭，搭地，搭。王先生，不要耍，你还想耍这样？大笑，哎，对，王先生，往前打，往前打，哎，哎哎，王先生，往前打，往前。啊、哎，先生，接下来是打我，还打这个气球？对，不要闹鬼，不要闹鬼，凶一点，凶一点。喜欢我还是讨厌我？要讨厌他，真是很讨厌我。要讨厌，讨厌，凶一点。好 ，OK，OK， 快，哎呀，跟着跟你唱好吗？哎，给我们，王先生加油一下，快上下来。打完，好，看气球，看气球，王先生，用力气，再快，再快，用力气，看气球，滑，打，不要怕。啊，先生，你啊。先生，你不能只是用削的。对，我看到你打到我，是打地板，打地板。对对对，打的那个地板很重。放旁边，放旁边。哎，鞭子放旁边，我们不要绕圈圈了，放旁边，放旁边。好，看着我们的气球。打地板，打打地板。训练习是打打打。OK， 就是这个力道。OK， 凶一点，凶一点，凶一点。OK， 好，很好，来看气球，来。他给你。哎，来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赚这个100块，100块有没有赚到？真是恭喜你，是台湾的 superstar。没错，哎呀，天啊！但是你不能回家，还不能回家，因为他们会咳嗽啊，可是咳嗽你，咳嗽我，他们说我这个外国人在替你当选成外战，哦，叫人家用这个名字打中我，这样子会不会你误会我？大家都误会，用这个名字不行啊，他就是用实力，实力我教你，来，去老师旁边学，三千万，快下来，什么？三千万，快下来 ，OK。好，来，现在学技术要打声音喽。来，等一下哦，慢慢来，上去嘛，快下来。待会帅哥打出声音，哎，帅哥，来，先深呼吸一下，哎，哎，腰杆挺直 ，OK。好，深呼吸，上去嘛，快下来哦。来，试试看，来，哎，没有哦，很简单的哦。上去太快了，上去太快了。哎先生，你真的很选手，来给他加油，加油！来给他加油一下，加油，拍手一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 relax， 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有没有？哎，抓一下那个肌肉，哎 ，OK， 真真真的，真的，对，站着，站着，哎，站着，还没错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请你看来，哎呀，厉害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我现在我是第一人了。就是问一下，你那女朋友在哪里？来，女朋友，女朋友，女朋友，亲朋好友，女朋友在这里，哪里？这个名字要给查，不要以后这个女朋友会打你。哎，开玩笑，不是打你，我教你怎么握这个气球。对，我教你怎么握气球，因为你可以跟女朋友玩。OK， 要进入我的工作了。好 ，OK。说上来，说去够。看人，看人，而不是看这个人，看这个人。后面，王先生，其实你是上来拿气球的哈，那么多台湾同胞都不举手，没有。OK， 各位，接下来给我最后的工作。这个工作，这个是一个很危险，是一个工作为什么危险？因为第一班人看到这个鞭子摔下来，他们怕，会怕，是我你怕要怎么样？你看这个射波的速度，哎，牛仔。完全不像，他说可能完全就是不见了。是，所以反正各位，现在我们要让他练习一次，练习一次哈、哦。待会练习第一遍，不会打到气球，也不会打到你的手哦。现场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来，你在前面撑着，我在后面顶着，没问题哦，我会帮你哈、哦。哎，这样怎么了，牛仔？哦，位置，位置，来。
低吗？哎，再低，是，哎，往这里，哎哎哎，连我都吓一跳了，牛仔，高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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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上套先生，他会帮你做，对，我帮你做，啊，老师帮你做，你在前面看，看着我牛仔，我在后面，不要让你跑，不会让你跑掉哦，牛仔低吗？站直，站直，站直 ，OK， 你看我们屁股怪怪的，哎，先生，看着我们牛仔，看牛仔，是，好看仔细喽，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动作很重要 ，OK 吗？手不能动，不要动哦，来。六在西边，哇，非常大声，给掌声鼓励一下哎！再来看一下，完全没有动哎，非常大声，你都没动，对，很厉害。可是我有没有发现你的问题？怎么了？手指头一直会发抖。哎，有吗？这个表示他都不能做。可以，除非他有一个方法。我有办法哦，台湾人保护自己人哦。有没有？刚刚蓝先生有戴手套有没有？戴手套，要不然手会受伤有没有？来戴起来，开玩笑的啦，戴手套懦夫的行为啦，台湾人。